观众朋友，我是丁贵族，欢迎收看《军人新闻》。梅洛乡是军人县内人口成长快速的地区，其中少年人口的增加对红孩儿托幼的需求也来提悬，为提供优质优先的幼儿环境，同时减轻父母的照顾负担。军人县政府是伫咧梅洛乡仑后社区活动中心的二楼，来建置乡内头一个公私民营的托婴中心，22号即天进行结拜开幕仪式。大家欢喜留下红布条，为梅寮乡第一间公设民营的托婴中心来结拜。这几年随着梅寮乡人口的成长，囡仔托育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所以广府透过乡公所的协助，是在乡内仑后社区活动中心二楼建立这托婴中心，委托专门的业者经营，为在地提供优质的托育照顾服务。麦寮这几年来，我相信哦，年轻的人口不断的加入，怎么让我们的年轻的夫妇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需求跟这个需要啊，非常感谢我们乡公所还有南霞库基饼哈，愿意来提供这些土地，那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哦，建构一个这样子非常平价，然后也非常优质的一个托婴的环境。新办的业者表示，托婴中心有使用 AI 智能科技来记录牛车婴儿心理的数据，同时配合到专业的照护人员，会当让婴儿来得到完善的照顾。我们会把 AI 引入这个托育的场所，同时呢，我们也对我们这边的这个托育人员也有最好的一个训练。就像麦寮这边其实是一个工商的一个大城，那我们也会希望其实这些的东西，家长其实未来他在家里随时其实都能够收到小朋友的一些生理数据啦等等之类。我想我们会把最优质的智慧科技，我们会把最优质的人才，带到我们云林，带到我们麦寮公社民营托婴中心。云林县社会处表示，现在县内零到两岁幼儿人口大约有11,000人，为减轻爸爸妈妈的照护负担，现在伫咧北港后尾西丽古坑拢有开办公共的托婴中心，希望来打造友善的幼儿环境。云林县已经目前营运的除了北港后尾西丽之外，今仔日甲白家即个古坑嘛拢已经咧营运另外咱伫水南啊甲斗六后个月应该嘛拢会陆续来开始营运了所以希望讲咱提供咱县内即个乡亲一个优质的即个托婴的环境减轻咱少年人照顾的负担。目前麦寮托婴中心是收托零到两岁红孩儿，各个月费用是9,000元，政府有补助到5,500元。欢迎有需求的家长会当向管护社会处来了解。记者柯恩信采访报道。